毕业就在从事这一行，这是一个很好解压的方式。因为它这个做的过程之中，那个枪是一直突突突的，然后一旦你熟练上手之后，它非常非常解压，就是完全不需要思考。任何东西都有一个度的问题，如果在这上面消耗了过度的时间，或者说消耗了过度的金钱，虽然是解压了，虽然是暂时可以回避了，暂时可以想逃避这个问题，那么完了以后，我回来以后，我们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去解决和面对这样一个问题？那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很关键的，劳逸结合，劳逸有度啊。因为比如说我们每个人就像是一根弹簧一样，无论我们的工作压力再大，节奏再快的话，其实我们要刻意的为自己营造一个空间，是你完全可以沉静下来做你自己喜欢的，比如说兴趣爱好，某一种兴趣爱好，或者很享受的某一些事情。